然后今天呢，带梅姐跟跨越呢来 BJ 欧涛的，不算 BJ 欧涛啦 ，BJ 啊西帕的这个盐记家乡鱼头米。这边呢，它的鱼头米粉其实做得蛮不错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它还有其他的菜色，尤其是潮州菜啊，它这边是蛮多的。有很多样都不错，很多人来这里吃呢都是老客户来的，所以今天我们来吃鱼头米粉，好，所以它可以浇菜啦。不过基本上来讲呢，其实真正来讲呢，它的鱼头米粉真的是非常好吃。好，我们就进去里面吧。它做得很杂哈。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, and the name of that ship was a Billy O T. The winds blew harder, bowed it down, blow me, bully boys, blow.它的鱼头米粉哦，我们就分给你啦。炸的鱼头米粉，炸的鱼头，然后是一个是不是炸的，就是比较我们叫生的了。啊，还有的就是煮滑。啊，那我要三次是鱼丸，没有炸鱼丸，没有不要炸的，不要炸的，但是我不要吃鱼丸了。OK， 啊对，不要吃鱼丸了。OK， 可以，好吧。然后你呢？我是鲜的，鲜的，就是生的。OK， 然后我的是要买。好，来。OK。啊，鱼丸米粉呢，通常就是那些小朋友啊，不懂得就是米粉的人那种啊，就吃鱼滑喽。他们就是杨哥。米粉要素还是幼的？幼的。啊，幼的。啊，我来。肉面。我们要奶的，他不要奶的。你分开了，一个一个了。对啊，打出那个二，一个一个啊。我们教快自己点餐来叫。简单的，这是我们这边点的，对，餐是蛮简单的。哎，呢度咧有一个叫沙梨酸梅，一个吉仔酸梅，可以建议你饮呢个沙梨酸梅，啊，绿色嘅，酸酸甜甜咁样嘅。吉仔酸梅，吉仔酸梅咧，我嗰日啊上次食嘅，但系呢个系连嚟打嘅，都系绿色嘅，你都可以试，啊，你试试看。这样子哦，啊，你看啊，酸酸甜甜。802。一个吉仔，哪个沙梨？啊，一个是沙梨酸梅，一个是吉仔酸梅。OK， 这是我们吉仔啦，这个是沙梨啦。啊，这个也是，哎，这个他们有点打的啦，这个。来，你试一下吉仔酸梅。你试看味道。OK， 来，你用你的水草试看味道。啊马上有精神噻！对对对，而且那个味道跟我们之前在做的，他那个人是真的拿那个皮啊，然后所以后再加下去啊，这样感觉好像会有一点点，加上有点点怪，青色的那种，对对的味道，跟我们之前的有点不同。然后再试看沙梨水，好，沙梨酸梅，好，其实那个酸梅还没有完全。还没有味道，还没有吃到，还是甜多了，这个相对来讲，这个都是天然的绿色的食品，然后绿色的饮料，是这两个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这个啊，沙梨水是比较甜一点点的那个，而且它有不同的色。
一样。对，所以一个呢，梅姐喝吃的这个呢是没有加奶的。对，不过它的汤都很浓，很浓厚，很浓烈。你试看第一口它汤。蛮鲜甜的，鲜甜，对对，绍兴酒的味道也很重，绍兴酒味道重，好好吃啊，我最喜欢绍兴酒，小青枣是一种青枣、来你试看你的，好的，有加奶的，你给他试，没有加奶的，有加奶的，来你先用你汤匙拿的这拿的汤，对，试试看一下。怎么样？不错，这个酒味比较浓的那个酒味，对，比较浓。对，然后吃鱼汤要有一点绍兴酒味，这样才提味，才好吃。来，你试看你的，你看你试看你的那个加奶。加奶。味道会更浓一点，更浓一点，对对，而且比较滑。你更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这个。对了，听我的话就对了。稍微不同，稍微不同。他每天不听话，每天叫不一样的，这个味道就有点不一样。我的跟他们不一样啦，因为我喜欢吃鱼花，就因为我不喜欢吃太多骨头的鱼。OK， 当然有没有骨头的啦，就是石斑鱼啦，或石斑鱼比较贵咯，没办法，最近我比较懂一点点，但是我吃鱼花比较实际一点，又不用怕有鱼骨在里面。我先给这个快，我先给你快，等一下你可以试看鱼花。鱼花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就是就好像鱼饼这样子。好骚啊！你这样子，你拿下去吃。你看它的，看它是吗？看是，你看，就是加了奶的，很浓厚的。因为我可以不加奶，但是我可以煮出像你加了奶的汤出来，所以我就不加奶。对，我怕它煮太久。不是。好了，不是有技巧的。看到吗？你要煮出一个没有加奶，可是有奶白味的鱼汤，是要空腹的，要共腹的。它的鱼滑呢就很特别，鱼肉跟面粉混合一起做成的，不过它是蛮扎实的，扎实很 Q 弹，蛮好吃的。不得不赞的话，是它的特制的这个辣椒酱啊，这辣椒酱沾上它的鱼肉或者沾上它的鱼滑，真的是很出味。再来呢，就是它的米粉。它的米粉呢，真的稍微粗一点点，不过是很滑的哦，吃起来是蛮顺口的，蛮舒坦，蛮好吃。这个好吃，这个。你请客啊？是啊。我来多少钱？多少钱？3个人57。OK 吗 ？OK 啊，因为现在目前呢，物价全部起到嘛，来讲又是水哦。这原汁原味的饮料，然后它的这个蛮大碗一下，所以57块是真的很不错，不错，而且鱼也新鲜，对不对？汤汁也很好，鲜味很不错。对，你看，哇，我喝到空空哦。